我意识到武大之大正是在于胸怀国之大者的家国情怀，是一代代武大人勇担使命的奋斗构成了我们的精神血脉。看见高山，所以向往巍峨。同学们，是龙就该遨游九天，是虎就该傲视山林。今天你们将从武大启航，带着自强、弘毅、求是、拓新的武大精神，放手去拼、去闯。自不求易，自不必难，追求卓越，以非凡的成就书写武大人的传奇故事，擦亮武汉大学的金字招牌。